Ti aiuto a recuperare i fondi. Mi aiuti a trovare. Ti a trovare. Postolo, consulente degli investimenti sicuri. Sicurezza, investitore. Ciao, ciao. Gioco finito. Ehi, che hai detto? Non sei tu il consulente per gli investimenti? I miei soldi non sono ancora nel tuo conto di investimento. Non vuoi nemmeno una commissione? Non sono mai stato interessato ai sondi e spalpi, ma da dove venuto? Devi tornare di nuovo. Ehi, scusa! Di che diavolo stai parlando? Capo, guarda! È un bastardo! Prendetelo!沃特家族刚刚打电话来，资金已经全部顺利到账，他们坚持要把10%的比例转到你的名下。把新岩的资料发给他，告诉沃特先生，如果他能查出新岩的下落，答谢不必了。哦，对了，老大，收到国内的消息，庄家和蓝海已经出事了。 庄老董事长病重，蓝海即刻责任信任总裁。老大，庄家内部终于给出了大小姐的照片和地址。我们找到他了。
快谢谢我啊，沈曼宁！我爸寄来的，是我妈。我妈为了你爸呀，每次都给你寄一大箱快递，都不知道谁才是他的亲闺女。我爸跟你妈那不是一家人吗？大家看看。哎，假如啊，你爸和我妈真的结了婚，哼，你呀就是家里的嫡亲亲女儿，我呢？ 顶多就是个充话费送的。怎么了？沈叔叔说什么了？没什么。哎，你还在临摹教授的这幅双生玫瑰啊？ 听说只要这个作业完成了，就能提前修满学分，毕业回家了，是吧？是啊。不是吧？你要提前毕业啊？哎，娜娜，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呢就想早点毕业回家，可以陪着我爸。好吧，看在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原谅你了。<笑>哎，对了。 你有听教授说过这个双生玫瑰背后的传说吗？什么传说啊？传说这种玫瑰一直相依相伴，共同生长，一生呢都背向着彼此，直到花期盛开，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才能彼此扭转，望向对方一眼。但是，在一眼之后，这两只玫瑰要么同时死亡。 要么一直破损，另一只单独绽放。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当你遇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你，接下来面对的不是命运的高潮，就是死亡的前兆。哇！你少看点这些奇奇怪怪的漫画吧。 什么二重身，什么双生化，什么世界上另一个我？哎呀，这不是漫画书里看到的，这是真的。走了，等等我。哎呀，妈妈，妈妈，快点，等等我。心妍呀。 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派人送你去读艺术大学。虽然这是你转学的第13所学校，但是外公向你保证，一旦庄稼和蓝海稳定下来，外公一定早日接你回家。外公，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等你接我回家。 Hey girl, 交个朋友吧，我有半个中国血统。你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交朋友的吗？你说，你是谁？怎么可能？已经17年了，你还活着？ 易大正门，跟我见个面。
Sedenali. Un bagno. E cosa ha bisogno? C'è qualcuno al piano di sotto che ti sta cercando. È dalla Cina. Cina?请问是您找我吗？是的，庄老董事长和我爸派我来接你。你和校长告知一声，跟我回庄家吧。等一下，您刚刚说谁要来接我？我们认识吗？你不会是不记得我了吧？我是林木帆，小的时候你经常叫我小林哥哥，是你外公庄长安董事长。 和我爸林光一派我来接你回家的，小林哥哥。嗯，欣然，你不会是离开庄家十几年就把我忘了吧？小时候一哥嫌你年纪太小，都是我带你玩的。啊，不好意思啊，您刚刚说您要找的那个人他是叫……我要找的就是你啊，庄欣妍。 我不姓庄，我姓沈，我叫沈 我姓沈，我叫沈曼宁，我是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你应该是找错人了。哎，等一下，林初发之前，庄老董事长亲自把你的照片给了我，我刚刚叫那位男同学去找你，应该是不会认错人的。这怎么回事啊？他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太神奇了！但我真的不是他，我家里也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我爸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货车司机，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董事长啊什么的。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啊，对不起，我真的要走了。遇到点小麻烦，花了点时间，我现在马上过来。娜娜，我跟你说，我遇到了，我真的遇到了。 说实话，就是你之前你跟我说的世界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我。Every time I look off my window, I wish to see. 娜娜，怎么了，妈妈？你之前说过的那个双生花的传说，说双生玫瑰一旦相遇，你说会怎么样？双生花一旦相遇，接下来不是命运的高潮，就是死亡的前兆。 妈妈，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怎么了？
你在哪儿啊，妈妈？ 嘿 girl， 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刚才看见一个男人把你扶上车了。你说什么？我刚才看见一个男人把你扶上车，你刚才穿的衣服也不是这一件。What is going on？ 我刚刚明明就看。Hey look， the person right there。 喂，老板，人已经抓到了，放心，没人发现。今天晚上就让他消失，绝对神不知鬼不觉的。停车！你要带我去哪里？怎么回事？没事，老板，出了点小状况，他醒了。我解决了。那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弄死。 是吧？我叫庄心妍，我叫沈曼宁。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他们要抓的人应该也是我。只不过你和我长得太像了，他们错把你当成了我。不过你别担心，我会把你送回学校，你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要去。我会处理好这些事情，不会再牵连你，好吗？ 那就做好了。啊，好。啊！他怎么办？他没有追上来了，怎么办？快打电话，密码1121。 谁啊？通讯录第一条，第一个，打给我的。
Dottore, come stanno loro? Dove? E dove? Mi dispiace. La ragazza alla guida dell'auto si è rotta allo sterno proteggendo un'altra ragazza in pericolo. Poiché l'osso le ha perforato i polmoni e il cuore, non siamo riusciti a salvarla. L'altra ragazza ha subito un grave trauma, compreso un danno alla cornea. Sarebbe stata cieca se fosse sopravvissuta. Fio. Ma c'è qualcosa di più importante, Fio. Temo di aver bisogno che tu entri. Nel corso del nostro salvataggio abbiamo scoperto qualcosa di importante e sorprendente. Abbiamo scoperto che entrambi si assomigliano esattamente. Fio, la ragazza che è ancora viva si è fatta perforare l'occhio da un vetro rotto e la sua unica possibilità ora è quella di procurarsi immediatamente un nuovo paio di corna in modo che possa vedere di nuovo quando si sveglia. Ho pensato, visto che la ragazza che se n'è andata l'ha protetta con la propria vita, sarebbe stato meglio donare le sue corna alla ragazza che è ancora viva.你醒了。你是谁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你的未婚夫。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也没有男朋友。
对了，你是不是也把我当成那个跟我长得一样的姑娘了？我们是长得一样，但我不是她，她叫庄心妍，我叫沈曼宁。沈曼宁死了，你叫庄心妍。 我不是庄心妍，我是沈曼宁，我不是庄心妍。你们别追了！哎，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你冷静一点啊，你别冲动，很危险那里。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庄心妍，我真的不是他，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要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跳下去！不许碰你的眼睛！你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人已经替你死了。 你能看见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用了他的眼睛。你说什么？一辆车上两个人。既然你还活着，那死的那个是谁？ 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你们的命中注定。既然已经有人在车祸中离开了，那么活下来的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你一个人的人生。你必须替为你离开的那个他活下去。 庄家，一定要回去庄家，把我拿回来，让安逸心找到严星辰，你一定要活下去。
Yan Xingcheng, 是吧? 你要我代替庄心妍, 回去庄家, 我要去多长时间? 一年, 够不够? 我这条命是心妍救的。 我的眼睛也是，也是他给的。双生玫瑰，如果只能有一只活下去的话，我愿意代替他，跟你走。 爱上最危险的他，怎么都放不下。算了吧，遇见最危险的他，怎么都不能够拒绝。这深情寂寞，最危险的他留给我的牵挂。算了吧，离开最危险的他，可是我早已经沦陷。他也知道吧。 庄心妍，国内著名珠宝奢侈品牌创始人，庄成安的外孙女。她的母亲是庄成安最疼爱的大女儿庄美萱。庄心妍从小在庄家大宅内生活，备受外公和家族的呵护。本来可以以庄家大小姐的身份无忧无虑长大，没料到在她七岁那年冬天，庄家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故。她的父母在海外巡视分公司的时候，突然遭遇暴雨、车祸。 父亲当场死亡，母亲失踪，肇事者逃逸。外公为了避免他遭受波折，狠下决心将他一人送去国外。出国之后的庄心妍，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但是他心里不忘的是重返庄家，不仅要重返庄家，还要拿回母亲留给他的蓝海一星。所以他隐匿姓名，艰难成长。就在一个月以前。 蓝海一星遭受了创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债券危机，本来还有还妻2个月的海外债务，因为当地国家政策突变，需要立即还款。当时蓝海的资产全部抵押在原料上，没有资产还款，于是海外银行就冻结了蓝海一星巨额资产。庄成安听到此事，不慎摔倒，重度昏迷。现在庄家和蓝海一星是最危机的时刻，庄小姐必须立刻回到庄家。 不仅要稳定住庄家和蓝海一星，还要拿回母亲庄美萱留给他40%的股份，成为蓝海一星真正的继承人。这个是庄心妍所有的个人资料，他的家人，他的童年玩伴，他亲近的人和他憎恨的人，还有七岁后。
他在海外生活过的每一个国家、每一间学校认识过的每一个朋友，你都要记清楚。当然还有他的生活习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从来不碰的食物，最爱的音乐，和他精通的商业类型和各国语言，你都要一一记清楚。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记得这么多的东西？ 你不能要求我短时间内就变得跟他一模一样吧？我不行的。你必须行。在庄家和蓝海一星这种极端风险、极端利益的地方。 会有无数只眼睛紧盯着你。如果你不小心露出一丁点的破绽，被别有用心的人看穿了你的身份，等待着你和我的，没有生，只有死。听懂了吗？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做好你该做的，不要问不该知道的事情。我的。 你拿着这种东西，是想直接告诉别人，你根本就不姓庄吗？不是，我只是……我再说一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庄心妍。庄心妍。 就是你。因输入前遭遇债权危机，著名珠宝奢品集团蓝海一星于今日发布重大人事变更。蓝海集团董事会将于今日签署新任免令，现庄家二小姐庄彩萱女士的儿子庄家凯先生将很有可能成为蓝海集团继承人，出任第三代集团总裁。掉头。 去蓝海一星，怎么，还不去？ 你们是对我出任新总裁有意见吗？任命新总裁，这是集团的大事，至少让我见见董事长吧。我外公现在病着，你非但不替他分忧，还在这添麻烦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庄家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接受蓝海一星，懂吗？明明还有庄大小姐家，什么？ 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们，现在庄家只有我跟我妈姓庄，什么庄大小姐通通没有。还有，这个任免令，乖乖签的，我让你们留下；不签的，马上给我从蓝海一星滚蛋。 不能签。啊。
各位，蓝海已新任总裁任免令不能签。你谁啊？知道这是哪儿吗？庄家凯先生，首先您并非庄家唯一的第三代，在庄老董事长病重期间，您绝非唯一继承人。其次，根据蓝海集团内部股份结算，哦，发现您不是蓝海集团股份最大持有者，所以啊，您没有资格。 强制各位股东任命你为集团总裁。你少在这儿给我胡说八道啊！胡不胡说，您心里清楚。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敢在我的蓝海新撒野！保安，把人给我拖出去，快点！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到底是谁派过来的人啊？竟敢毁了我的总裁任免！我告诉你们，现在庄家除了我，没有人有资格来接受这个蓝海一星。还有他，啊？这是谁呀？你认识吗？ 庄老董事长的长女，庄美萱女士，唯一且在世的亲生女儿，庄新妍。果然是庄大小姐和唯一在世的亲生女儿。哎，听说十几年前就被老董事长送出了国。是啊，被藏起来很多年的那个，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她的样子。是啊，蓝海以前一直都是她母亲创立经营。如果。 庄小姐真的回归，那的确她才最有资格。都给我闭嘴！我才不相信，庄心妍17年前就被外公送出了国，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绝对不可能回来，不可能！你怎么知道她失联了？ 你又怎么肯定他不可能回来？你相不相信不重要，只要他站在这里，你就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拿走整个蓝海一星。庄小姐。啊。 我是庄心妍，这份总裁任免令，我不同意。开车。 回庄家。那边传来消息说，车子撞得很碎，我以为他死了。
你以为活没见人，死没见尸，你就敢以为了？现在人就站在面前，从哪里找来的废物？老板，我错了，我现在立刻去庄家，把这件事处理干净。回来！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还能像你在海外一样随便找个人，随便就下手吗？可是老板，既然他敢活着回来。 下来，大小姐，欢迎回来。 谢谢光一叔。虽然我们很久没见，大小姐不用这么客气。这位是？他是？我是他的未婚夫。 我和新妍在西班牙游学时认识，三个月后我们到了意大利。我们交往差不多将近一年了吧。他和我说家中有事情，我就陪他回来，见过长辈，处理家事。恭喜大小姐，董事长还在等您，请吧。 行，叶西城。 二小姐，庄心妍，小姨，好久不见，你果然长大了。嗯，是很久不见了。小姨最近还好吗？这位是谁啊？他是我的。我姓严。 严星城，是新妍的未婚夫。你也姓严，好姓。大小姐，董事长还在等着呢。哦，好的，那我们赶紧进去吧。
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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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新妍小姐回来了。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来了。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就像你靠近，自己握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心跳让人不自觉。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我就是好奇，所以随便看一下。 你是庄心妍的时候，这些都是你的。我不会永远是庄心妍，这些也不会是我的。 我认错了，明明庄老董事长给了我准确的信息，如果他不是庄心妍，那么真正的心妍去哪儿了？为什么我在当地找了他整整两周，也没有一丁点他的消息？
200万，买断。 你是 Celine 时尚工作室 CEO 汤林。原来下午给我打了7个电话，坚持要买断我这对宝石设计的，是你。 我的工作室是时尚界最顶尖的造型工作室。你的珠宝设计非常符合我们工作室的理念和风格。我不仅要买断这款宝石的设计，接下来你一年的珠宝设计，我包了。那汤总准备用多少薪资来买断我的整年？千万。 满意吗？这个价格，汤总恐怕只能买到这个。林先生，我是抱着很大诚意来跟你谈全年合作的。 大小姐回来了。 林先生，我正在跟你说话。抱歉，我有急事，有人再见。哎，林先生，你……这是他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人生。 真的回来了，为什么回来都没有和我说一声，连个电话也没有给我打。沈曼宁？啊。 沈曼宁，你是沈曼宁吗？沈曼宁啊，海外宗美大学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我不是，你认错人了。不可能，我们见过面的。海外宗美大学教学楼下，那天下午。我真的不是，你真的认错人了。不可能认错。 如果我真的认错了，你不是沈曼宁，那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庄心妍。心妍。对，我是庄心妍。 外公病重，光一叔给我打了电话，我昨天晚上才回来。光一叔没有告诉你吗？我是林木帆，小的时候你经常叫我小林哥哥。小林哥哥，小时候你还经常陪我一起折纸飞机，陪我一起放风筝。 我这才出去十几年，你就忘了？小林哥哥，我真的要走了，有点事情。
等一下，一个月前，父亲和庄老董事长派我去海外接新颜，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根本就没有见到新颜。不过在出发之前，我给新颜打了无数个电话。如果你真的是庄新颜，那你的手机里就应该有我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他早就不用了。你又是谁？他的未婚夫。我有没有告诉你，一旦进了庄家，你就要把自己全部丢掉。如果你不成为真正的庄心妍，那些盯紧你的人会看穿你的一切。想死吗？还是说你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是，刚刚是他突然之间叫我的名字，我在庄家没有人给你犯错的机会。你的一个不小心会用成千上万的小心去弥补。如果不想过几天为自己收尸的话，最好记清楚我的话。进了这里，你只能是庄心妍，你也必须是庄心妍。回答我。听到了，严新成。那你又是什么人？你真的是庄心妍的未婚夫吗？你把我带回来，逼我变成庄心妍，你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说什么？其实你和其他人一样吧，你把庄心妍的眼睛给我，逼我变成她，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她，你就是想得到庄家的一切。只要我变成了真正的庄心妍，成为蓝海唯一的继承人，然后和你结婚，那到时候庄家和蓝海的一切都是你的了。干嘛？